们现在弹一下一般 keyboard 的那个 organ， 它那个风扇模拟的效果。这台再要讲解一下，这一台大家先听一下好了。转，那你可以让它快快转，很像电风扇的概念。所以弹出来痛就不一样了。本来不转是这样，转了。这个好炫哦。